民众到底晚年无公德心哦？来看卖罗岗停车场停车场真侪民众无公德心，连续十一年哦，每暗哦拢有不明人士伫定点来担粪扫，甚至连这做生利用的往来个陪甲家用粪扫拢摕来遮担哦。这停车场哦，造成这环境是真垃圾，办好摒扫环境的马祖经济工是真生气。一袋一袋粪扫内面有水果果皮、看医生的药袋啊、点餐单、电话、信用卡、小单。游客还会讲那臭干干，嘿啊，讲那臭干干，啊无安稳手机啊。由于罗岗停车场停车场附近拢是客家加商家，民众时常提出家庭加做生意的粪扫，胡乱蛋叠在粪扫桶的边啊。十一年下来，马祖经济工清洁清甲手软，志工抱怨民众拢利用暗时，甲一堆的家庭粪扫全部摕过来担。阮算做义工，无可能讲过啊，安尼时间咱够格啊。啊，你用足困扰的无？啊？足困扰的无？嘿啊，啊，这毋是粪扫场啊，是毋是安尼？啊，你定要摕来遮拼，毋对啊！你做生意人，搁啥物？你还安用收购粪扫车？在回收，啊，拿来这拼，安敢对？风一吹，狗仔、猫仔一家，粪扫是那个满世界，规个停车场臭毛毛。志工安怎清，就是清不完。看到民众来等，好地阻止，各位红妈，好因是真生气。这十几年来，我们就不断的产生这样子一个我们的停车场的问题，就是那我们非常多信众，还是我们的摊贩从住家跟那个摊贩收摊的位，那个直接把垃圾拿来我们的停车场这样随便丢弃造成的是一个环境污染因为那个野狗野猫会来抓这些垃圾，其实是我们的环境卫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来的话，就是像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的游客量非常的大，对外来的观光客来说的话，其实对我们鹿港而言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形象的受损。我是说，希望呼吁所有人拿出公德心，不应该要这样子。我们的义工非常的辛苦，每天在垃圾清运，你不要看这样子一个垃圾量，你的方便造成所有人的不便。因为我们的义工啊，每天来清，尤其礼拜天最夸张，跟礼拜一是整台整台的清运量。所以我们希望说请你不要将住家以及摊贩以及你个人的垃圾拿来这里，因为这个是让游客方便说他有垃圾随手这样丢，并不是在说来收集你们家所有的垃圾。摊到个人方便，造成清洁志工的困扰，马祖经想要清理嘛无办法，只希望鹿港居民爱加一点啊公德心，唔通让外来的游客看到咱鹿港这么垃圾的环境，笑咱台湾人垃圾。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